差，可以给你拍个照片吗？可以。啊，我们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我放一下。啊，我帮你拿吧。有些水。我不快点，帮我拿水。啊。我快点。看我镜头啊。OK， 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哎，我怎么感觉我看过你的？看过我啊！我靠，怎么每个人都看过我？是你叫什么？啊，徐旭东。对，我昨天还看到你。啊，那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先让我看一下。是照片吗？还是什么？照片可以。那你加我微信吧。我觉得好好笑，昨天刚。哪个好笑？就是刷到你啊。好的，怎么称呼你？小曾啊，小曾，小曾，嗯，我叫徐旭东，幸会，耽误你时间了，拜拜。能不能就是发视频的时候把我有矿泉水那个截掉？拿了一瓶把让矿泉水。拍的时候没拍到呀？没有是吧？拍的时候不是还有过程吗？对啊，过程的话这个有不要紧的了。就感觉这个很难截掉的。感觉很土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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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很正常的，拿水很正常的，好吧？人家都是拿咖啡啊。哦，就是我有刷，就是我没有关注你啊，然后我经常会刷到。好吧好吧，好，谢谢谢谢关注。好好，拜拜。